Welcome to the Hong Kong On Screen podcast, brought to you by Hong Kong On Screen, a Los Angeles-based nonprofit organization promoting films and culture of Hong Kong. I 雖然係戲院睇兩次咧，好多甚至我有 take note 嘅，但係其實咧啲人咧我都跟唔曬。係絕對唔出奇。係啦，咁跟住後屘咧係喺睇本書嘅時候咧，《時代革命》其實《時代革命》係出咗本訪問集嘅，咁其實我都覺得本書其實係好睇嘅。跟住睇同埋好多時係每個人嘅故事咧係唔可以完整地喺個紀錄片入邊出現啦，咁所以本書係。補足了很多其他的，即是每個人其他的一些面向，是整個經驗是更加完整的，在本書訪問集的書裡面。其中一個我想問的問題呢，就是特別是那個例如FA First A Morning 的一個那個即是他講的故事啦，831他在這個油麻地地鐵站外面喊著那些人讓他進去救人的那個即是那個場面啦。咁呢一場咧，其實後屘即係由呢度開始講，咁跟住後屘講到佢經歷咗831之後咧，其實係由一個之前係相信係大愛嘅，即係無論咩立場嘅人咧 ，FA 都應該去救佢嘅。咁到後屘經歷咗831之後，佢就認同私了，覺得私了都係正義嘅。咁其實喺個訪問集入邊咧，我哋後屘佢有再講翻一個經驗，就係在後面的抗爭裏面，他是遇到一個男司，對方應該是拍其他參與者的照片，所以就被人打的。在那個情況之下，其實他是不想救的，但是後來基於種種無奈的情況之下，他都是有救的。但是那個即這些場面呢，就沒有即這些情景是沒有被包括在一個最終的紀錄片入邊噶嘛，我想問嗰個考慮點咧，係即係唔想令個故事變得太過嘅複雜或者奇異，或者係冇片，或者係即點樣嗰個最後呢啲選擇點樣決定，而中間你係咪覺得係放棄咗好多嘢咧？這個問題簡單啲。其實不需要考慮，因為拍不到，沒有這些片我就不可以放在一個紀錄片上了。但是你會訪問這些的內容的原因就是即拍紀錄片就是這樣，或者你會訪問他很多東西，那你有沒有影像去表達，你可以想方法的，就算你拍不到，但是怎樣都好，訪問是可以再詳細一點，也都交代到我為什麼很想去出本書。你剛才講本書跟電影不同，已經是一個很好交代我想出書的原因。其實還有很多內容的，我想講本書只是出了 transcript 的可能一半或者三分之一，還有很大部分啦，或者係因為安全考量啦，或者編輯嘅選取就冇擺落去嚇，亦都有部分嘅勇武示威者就唔想出書啦咁樣，咁所以我好想係咯，某一日香港好翻嘅時候嚇，有個修訂版將呢啲佢哋嘅心聲，佢哋會講真係會再多啲背景，甚至喺文字裏邊可以交代翻。他們本身的故事，我認識他們真的每一個都很值得說。怎樣都好，回答回你剛才的問題，沒有片，這個其一。第二就是都是個篇幅啦，我不能夠太 focus 在一個人太多，這個是也都是我很想這個紀錄片可以有一種這場運動的無大台的本質的呈現。沒有一個在這個紀錄片裡面我想觀眾是看到多些人，那我篇幅所限，我拍不拍到是一個限制，這些我就會也都有安全的考量。另一件事就是就算我拍到拍得好不好呢，
在個紀錄片裏面能不能夠有效果呢，這些都是沒有這些電影方面的考量了，但是內容上我出書就沒有需要這些考量了，覺得值得就出了，即是撇除安全。其實呢、那個、我覺得就是對於時代革命呢，我覺得他做得最好的呢就是他那個整個電影那個結構，即是個 flow 咁啦，咁其實都可以當係介紹俾我哋嘅觀眾，或者係其實睇嘅時候，因為有好大量嘅資訊你要接受，雖然對於經歷過運動嘅人，好多嘢你都已經知道，但始終都係有即係好大量嘅資訊啦。咁所以可能睇嘅時候會比較留意唔到嘅咧，就係個電影結構。我覺得呢度係做得好好嘅，就係成套片咧，其實係由6月9日嗰個大遊行開始啦，咁樣但係即刻咧就已經進入咗6.12嗰個場景咯，咁所以已經係一開頭咧已經係一個呢一場運動同其他運動唔同嘅地方咧，就一開頭已經爆啦，即係一開頭已經係出曬嘅磚頭磚已經抌咗啦，跟住tear gas 已經出曬咁樣，咁跟住就係6.15嘅梁連傑嘅自殺，所以係佢係由嗰、那個。即其實成場運動嗰、那個，我覺得可能都係香港人過於天真嘅一個想像，就係、是、覺得有人受傷有人死嘅話咧，政府係一定會退步，即一定會讓步嘅。咁即事件嘅發展都證明咗我哋係太過於天真啦。咁但係由嗰個位置開始咧，就係、是之後第一章終結的序幕其實係7.1啦。咁7.1就係、是即開展了即將整個運動推上另一個高峰的一個位置，那7.1那個結尾，即這個 chapter 的最後那樣東西呢，就是何桂林那個直播，那他就另外一個手足應該是 Tiger 的一個 conclusion 呢，就是其實這件事的7.1的終結呢，就是令到勇武的手足呢都看到和李飛那邊是怎麼想的，即那些說我們應該退那些 argument 呢，其實某程度上都不是為自私或者缺弱，而是呢另外一種的勇敢來的，他們都付出很多的，那就是這個基礎上面呢先建立了後面可以說和勇不分啊，可以是即是一個，所以第二章呢就叫和勇不分了，第二個 chapter。 那在這個 chapter 我們就主要看到是運動所展開的那個新的局面，或者所有不同的新的策略啦，就是 be water 啊，跟住係點樣 telegram 嘅受兵啊，嗰、那個唔同嘅 channel 大家開始展開啦，家長車啊，呢、這、一個連廊牆啊，crowdfunding 啊，跟住係保護孩子啊，即係各個方面所有嘅人可以出嚟，我覺得呢一個 chapter 係做得即係可能係最好睇嘅，就係、是、我哋完全睇到運動入邊嗰啲一個新嘅運動嘅形式係點樣展開嘅。咁因為呢一種新嘅形式嘅好強大嘅一種力量咧，所以第三章咧就係、是、黑警嘅反噬，主要係集中喺7.21啦。但有7.21嘅時候，最後嗰個 concluding note 咧，其實係 Benny Tai 戴耀廷落嘅，就係、是、呢一個其實就係法治已死啦。咁所以出第四章咧就係、是、無力感，就係、是、集中喺831呢一個 FA Morning 嘅呢一個經驗啦。咁因為這種無力感，而且是 Morning 的訪問呢已經是說出了一個這樣的和理非呢都可以是經過831之後是形同私了作為一種行動的，那所以第五章呢就是對準政權，就是講私了和裝修啦，那跟著第八，所以這一章的來到後面已經是講緊攬炒這些東西啦，跟著第六章呢就是OK， 經歷了運動這麼久，而且經過這麼劇烈的一個對抗的行動之後呢，對於抗爭者身上面所他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了，無論是因為長期吸 TG 而出現身體的毛病啦，或者是跟家人關係被家人趕走啊，這些東西，那所以第六章的題目呢就是手足 One Body， 那這一章裡面我們就見到即那個運動入邊其實形成嘅新嘅人際關係，例如爸爸媽媽啊，同蛇仔、V 仔，即係呢啲重新組成嘅家庭啦，或者運動入邊嘅情侶啦。但同時咧，都係睇緊咧呢啲新組成嘅關係入邊咧個佢所面對嗰個恐懼同埋限制，例如佢唔敢影集體相啊，佢好驚
同埋好驚呢一啲好好似生死以共嘅同志嘅關係咧，一行出運動之外咧就唔再存在，即係行出咗之後，我完全連你都認唔認得嘅，即係攞起 gear 先至認得出嘅，即係嗰種關係嘅強大同埋脆弱本身係同時共存嘅。而呢一張最後係結局喺呢一個不斷出現嘅無可以死亡啦，922嘅陳燕林，跟住後尾到1104十一月四號嘅周子樂。所以第七章咧，我哋就落到運動最一步嘅激發，就係黎明行動啦。咁呢個就係中大嗰場仗啦。跟住第八章咧，序幕的終結就嚟到 Poly 啦。咁所以係。即 Poly 又喺即講完呢一場兩場大嘅戰役，好似係運動已經嚟到一個終結。我亦都係喺呢一個電影入邊咧，同埋後屘嗰個訪問集入邊咧，我係好清楚睇到咧。其實經過 Poly 之後咧，已經強呢種街頭嘅抗爭已經冇辦法維持到落去，因為所有嘅勇武咧，一係就喺 Poly 已經係即已經係被捕啦。或者被記名啦，或者係受傷，即已經係 Poly 之後，其實街頭抗爭已經係唔係好可能發生噶啦。咁跟住最後一章咧，第九章香港人咧就係呢批抗爭者開始離開香港啊，咁跟住開始運動嘅嗰、那個終結啦。咁但係咧最後我覺得冇落入一個好低沉嘅一個點咧，就係、是。Benita 仍然是很強運地問，如果中國已經是不可以，即國安法呢是不遵守聯合聲明的話呢，那中國對香港的主權是不是合法的呢？跟住那句呢就是十年而已，監獄裡面到時全部都是我們這一代人，即是我們是即例如這個LMF 呢，他有首歌十年呢，就是即係用十年換十年，即係如果我肯嘅話，咁呢場運動其實係未完嘅咯。咁所以我覺得呢套紀錄片一個做得好好嘅地方咧，就係佢個結構係真係好完整嘅。每一個 chapter 中間咧，嗰、那個連接咧係做得好好，無論佢係通過人物嘅訪問啦，佢係通過一啲事件啦，其實係好睇到呢場運動係點樣一步一步咁樣發展變化落去嘅咯。咁呢個我覺得係。即真係要俾時代革命一個好大好大嘅一個 credit， 係啦，咁因為紀錄片嘅剪接其實都係周本溫導演自己做噶啦，咁我知道紀錄片導演自己做剪接咧，其實係一件好難嘅事嚟嘅，因為你咁多嘅素材，咁跟住你要點樣剪翻出嚟，其實係好多人會係希望有另外一個人幫佢剪嘅，咁我希望，咁我相信可能都係。即可能有限制啊，或者係即最後都係自己做，咁我覺得呢個結構係真係我好中意呢套紀錄片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多謝先，係啦，咁都要 credit 翻啊，其實仲有我背後都有團隊嘅，我有兩個剪接師嘅，咁啊另外亦都有唔同嘅人咧一齊去參與意見，同埋去組織成個結構嘅。咁當然我作為導演係會高度參與個剪接啦，亦都係最後決定嘅人啦嚇。咁你講得冇錯，我哋係好重視呢一樣嘢啦，因為我係好想當我哋你可以話隱惡揚善啦嚇。當我哋冇一啲好能夠拍到人嘅故事，或者即係佢蒙住面啦嚇，冇一啲。能夠拍得好清清楚楚、好有人性共鳴嘅人物發展嘅時候咧，我哋拍唔到嚇呢場運動。咁我哋可以用啲乜嘢去吸引人，或者去將我哋嘅優點去攞出嚟俾觀眾去睇咧？咁呢場運動，我覺得就係呢場經歷咗好豐富啊嚇！呢個豐富，我可唔可以呈現呢份豐富咧？這個豐富亦都可以情，亦都可以話係複雜啦嚇。好多事發生啊，實在係嘛？每個禮拜嚇，和李飛可能有和李飛嘅行徑嚇。好多嘅情緒啊，勇武又有咁樣樣嚇。咁所以咁有個問題就嚟啦。咁但係即係亦都係一個挑戰啦嚇，將咁多嘢嚇
足足咁長時間嘅運動，我又決意要喺兩個半鐘頭裏面完成，我覺得係極限啦嚇。即係作為一個即係觀眾，我覺得兩個半小時係差無幾啦嚇。咁啊，呢個都係我懷住我本身手上面有嘅嘢啦嚇。另外就係本身呢場運動嘅本質嘅思考啦嚇。咁第三就係我哋嘅敘事理論咯。你頭先講其實好清楚，就係因同埋果嚇，有因果嘅一路去行落去，咁觀眾個好奇心或者個追看性就會能夠 follow 咯。即係呢一個段落係上個段落嘅果嚟嘅，咁呢一個段落係下一個嘅因嚟嘅，咁呢個因果不停咁樣去行，咁呢個亦都係我了解啲手足或者我去分析呢一場運動嘅因果關係嘅發展嘅關鍵係啲乜嘢，咁我哋去諗去走咯。尤其是特別講一個例子啦，即係無力感嗰個 chapter， 我覺得無力感呢個 chapter， 即係講無力感係講絕望，其實係好多個 chapter 都可以講嘅。其實咁，但係點解喺嗰刻我特別去突顯出嚟，放喺中間呢個 chapter 呢個段落咧？咁我就係同佢哋一齊去，唔好話生活嘅，認識佢哋啦，或者了解佢哋嘅心理嘅時候，我覺得喺831到10月1嗰段時間係啲勇武手足開始唔係好清楚自己要有啲乜嘢可以做啊嚇，呢啲關嘅日子未到啦嚇，或者之前已經搏咗咁多日子啦嚇，即係我哋仲可以有啲做啲乜嘢，即係喺我拍嗰、那個即係叫勇武手足個家庭，佢哋亦都有一場戲嚇，唔係一場戲嘅，即係一個事件，佢哋喺度討論緊個運動點樣走向嚇，大家都覺得好大嘅無力感啊！我覺得嗰度好啊，如果計整場嘅運動嘅敘事嘅發展，呢、這個位應該係強調係勇武手足心理裏邊嘅無力感嘅高潮嚟嘅，我覺得嚇應該喺嗰度講。咁用乜嘢講咧？啊，咁我亦都喺個素材當中，喺咁多人物當中，我揾到魔領係嘛嚇，魔領亦都係喺831裏邊係關鍵嘅嚇。咁不如就即係啊，我講無力感，但係佢作為一個救護員，佢救唔到人，唔俾救人嚇。咁我呢樣嘢係揾到個連結，咁我就定下喺呢個敘事呢個階段去放呢一樣嘢咯。咁呢都係係咯，呢啲係剪接上面一啲嘅思考，都係按照個運動，亦都按照我自己本身有啲乜嘢嘅 footage 同埋受訪者。跟住我知道，即係當時拍緊嘅時候，其實環外啱啱上啦。咁其實係都有少少咧，其實有啲好奇嘅就係兩套片其實係好即係。幻愛其實跟其他的十年或者時代革命都是很不同的電影啦，其實一個即作為一個想拍電影的人，你對一開頭的時候你對自己未來即你對自己作為一個電影人的想像是怎樣？我剛才講十年是我第一次拍政治的是個時代引發我呢一啲嘅題材嘅、如果我自身係冇錯，可能我對人嘅心理啊、愛情啊、家庭關係啊、倫理議題啊，嚇、係比較有興趣多啲嘅。咁啊、當然對公義當然有興趣啦嚇。咁、但係係好多興趣嘅之一咯，就唔係唯一啦，亦都唔係最主要啦嚇。咁、但係個時代導致到我呢一方面嘅熱情係放咗出嚟，就去發揮咯。咁你頭先問我作為一個電影人嘅想像，我真係確實係好想好多種類、好多類型、好多唔同嘅電影我都可以去拍。我係一個影迷嚟，我係咩電影都中意睇。咁我作為導演，我都希望我唔想即係有啲導演係拍都係嗰啲嘢嘅。你拍咩類型都係拍愛情其實或者拍類似相對嘅主題啊。咁有些恐怖片就恐怖片，功夫片就功夫片，但我想是什麼都 去
嘗試 去拍，我都有興趣嘅咁、啊、但係頭先再一次講，即係時代可能我而家個心係好扎心對公義嘅追求，對自由嘅爭取咁呢、啊、方面係喺我而家呢刻、啊、都係仍然維持住嘅。即係雖然《還愛》係一個愛情片啦，但係我覺得佢同當時即係過去呢五至十年香港電影，即就算佢唔係拍運動或者拍政治咧，其實我覺得佢即本土片咧，其實有一個好強烈嘅趨勢咧，就係佢係佢同以前香港電影其實有性質上，我覺得係一個好大嘅唔同，就係佢係其實係好關心弱勢咯。即《還愛》其實佢都係關心精神病啊嘛。之前香港電影會迴避或者係唔想睇到嘅一啲嘢咧，其實就係、是我覺得呢過去呢五至十年香港電影反而會集中嘅題材咯，即係精神病啊、貧困弱小啊、菲傭啊。而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其實係香港本土電影一個好重要嘅改變。而且呢個其實就係政治本身咯，都唔係話佢同政治冇關。可以咁講啊，呢、這個唔單止我啦，係啦，你頭先都觀察到，咁呢個都好合理嘅。亦都可以同呢場運動有所呼應。咁但係大家認真著緊咗呢啲嘅價值嚇，唔再係好表面嘅追求風花雪月、賺錢為生嚇。以前香港嘅電影就係咯嚇，不停去討好觀眾，去娛樂觀眾，啊，獲得好大嘅成功啦嚇，啊，娛樂片去某程度上娛樂討好觀眾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港產片嘅精神啊。咁但係慢慢去到，喂，香港人呢個社會都唔係咁啦，係嘛？你見到雨傘運動嚇，你見到時代革命，2019年呢場運動，即大家都係好認真嚇，我唔係同你哦，我同你做生意賺到錢就算，我同你講公義，我同你講自由，哇！呢啲全部係係嘛？如果港產電影呢、這個社會變咗咁大，港產電影都冇呢啲電影咧，咁係香港電影嘅絕對嘅悲哀嚟嘅。慶幸而家確實有好多，尤其是新導演、年青一輩嘅，大家都係比較多係關心社會。或者咁講啦，你就算唔係關心社會都好啦，起碼唔係完全去追求娛樂嚇。當然而家唔係改變曬嘅，其實我都想講嚇。再加上而家喺有國安法底下嘅香港電影嚇，而家又好似慢慢又有一啲嘅變化，係嘛？當一個親近社會，講社會問題，討論多啲人心價值嘅題材嚇，唔係純娛樂嘅香港電影嘅呢個慢慢越嚟越多嘅走向咧，好而家突然間有一個好大嘅一個閘，嗰、那個閘叫做電檢條例，嗰、那個電檢條例源於國安法嘅落實嚇，咁導致好似最近啱啱好多港產片好多票房嚇，好受歡迎。但佢當然全部都是娛樂片啦，咁呢個都是唔係絕對的壞事啦，咁但係而家我觀察到嘅個情況係咁，因為我哋唔喺香港拍嘅，我哋面對唔到直接嘅政治啦，嚇間接上都好大嘅風險。咁而家係咯，繼續觀察啦。其實頭先講嗰樣嘢咧，就係、是。一方面，這個本土轉向，即係關心弱勢、關心政治，呢啲趨向咧，其實某程度上係要拍要賺錢嗰啲咧，已經去曬拍合拍片啦。咁跟住就係、是，如果係即其實香港以前嘅興旺香港電影興旺嘅時候，其實係相對有啲財大氣粗嗰啲咁樣嘅傾向噶嘛。咁其實我覺得即我哋唔講你頭先講嗰啲新嘅娛樂傾向啦，一陣可以翻返嚟。但係就係其實有啲似即睇呢幾年嘅本土電影咧，其實有啲似香港文學噶，
即香港文學咧就係、是、即香港大陸嘅即香港大即大陸嘅作者咧，其實佢都仲可以想象係佢透過寫文學作品咧，係可以成為精英嘅，或者係出名嘅，可以有錢嘅。咁但係香港係無論你寫到好似董啟章咁樣咧，即最大嘅作家啦，其中一個都係即仍然都係一個好狹窄嘅生活環境啊。即香港所有作家的書台其實是一個 很 humble 的情況的，即細細所有的作品都是在一張很小的台上寫出來的。其實有 我覺得香港電影有點像走向香港文學的傾向，就是你是不是都不會賺大錢的，都不會，所以你就忠於，反而是忠於初心咯。即你沒有了這些引誘之後呢，反而可以回來 OK 你想拍什麼，即你想說什麼，你即係係咪你過去？因為你一開頭參與即係開始拍電影嘅時候，例如一個複雜故事，其實都仲係有啲喺嗰個工業電影嗰個邊界噶嘛。咁都十年已經完全唔係一個，即係已經係轉入到獨立電影嘅運作模式啦。咁幻愛都係一個好小本拍出嚟，但係後屘即係佢有票房啦。咁時代革命更加係一個地下電影嘅方式嚟進行嘅。即你覺得你在這個香港電影即參與的過程裡面，你看到那個狀況是怎樣，或者是個改變是怎樣？我的案例太特殊，未必代表到香港電影的發展。你剛才說得很好，是的，是的，我第一部電影都可以說跟工業有少少，有一半，因為學院和工業的配合，因為都是我的畢業作品，其實學院加工業，所以有你都可以玩過，即是它不算是一個在工業裡面的商業電影，都是相對獨立的，然後十年就完全是一個獨立的電影。幻愛其實你雖然它票房那麼好，但是不要因為它票房那麼好而誤會了它是商業電影，它絕對是一個獨立電影。你可以說我是有絕對的自主權在個創作當中。時代革命剛才說了更自由，是地下電影來的，就是連上都沒得上，沒有任何的枷鎖。所以我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例子。如果你真的要連回去整體香港電影發展，你就見到有些獨立電影票房可以很好。幻愛剛才講的都是一個很得意的一個例子，很多的在工業裏面的朋友都覺得幻愛不會有票房，因為它太不商業了。當然靚仔靚女是商業的，但是本身的題材、拍法、結局的取向都不是討好觀眾，對於他們來說不是一樣即是會有好票房的。但是現在原來香港觀眾不是我們過去這樣看的，香港人不同了，他們會珍重這種的獨立自由，他們看東西的包容度可能很闊的，不一定所謂以往所既定的商業片的娛樂模式或者類型的享受，他會有新的，譬如你剛才所說原來有關注社會的，可能香港觀眾都會有認同，我覺得這個都是個趨勢來的。現在時代革命更大的趨勢就是我們香港觀眾也都知道我們只能夠在網上去找到一些真的貼近政治或者貼近現在香港社會最核心的恐懼或者創傷，現在就是很多這些2019年的紀錄片，不單止我這套，2019年的運動是很多不同的紀錄片，有外國人的製作，有香港本土的人的製作，這方面都是這個香港電影已經是不停在變化的，本身這件事都很香港，香港就是不停變，香港電影都不停變，定義都在變，即我這套時代革命可不可以叫香港電影，
officially 版權上的擁有者其實現在不是我、啊、是外國電影來的名義上法例上是外國電影，但是大家都知道即那個本質它是絕對是在說香港，是香港的電影，很複雜，這個就是香港。可不可以透露一點你現在手頭上的 project？我一路呢其實這個時代革命出街之前其實我都是籌備了一套喜劇的、我剛才說我是一個影迷，我什麼類型都想嘗試，我喜劇我未試過，我就籌備了、有了資金了，但是這個紀錄片之後呢有一半的資金是撤出了沒有了的、我、現在即重新去找、所以相信香港觀眾見到我新的作品是一套喜劇了、但是是啦，其實很鼓舞，知道好鼓舞，我好想播俾，我想跟大家講，我有戲拍啊，我唔會睇死我自己。但係呢個係一個大好嘅消息嚟。係啊，對我嚟講都絕對係大好消息啊。嗯。咁但係呢方面我要係啊，遲一步先可以同記者講。同埋其實我估，即其實一個導演的生命就係、是、其實好重要的嘢，就係、是、你可以繼續不斷咁樣繼續去創作啦。咁我相信香港依家好多新導演，即拍咗一兩套之後，其實面對最大的問題就係、是、個電影工業可唔可以support 到去繼續有新的 project 可以開到？係啊，係啊，而家係啊，希望好似近排香港電影票房。好翻，咁希望即係我哋作為電影人可以繼續有公開啦。嗯，對於其咁其實頭先你講嗰、那個，即係對於一方面又唔係好想香港電影再次行上純粹娛樂嘅道路啦。咁另外一方面又覺得，即係一個self-sustainable 嘅一個電影工業一定要有票房啦。即係係啊，冇矛盾噶，冇矛盾。啊，冇。就係最好嘅電影市場，咁梗係有娛樂電影啦。我都好中意睇娛樂片噶，係咪先？嚇嚇，我都話啱啱我都拍咗套喜劇。嚇，咁但係即係健康嘅市場就係豐富啊嘛，百花齊放係嘛？咁亦都有一啲係講緊深層啲嘅題材，觸及社會議題嘅，面對政治局面嘅。嗯、我都覺得應該要的一個健康的市場、啊、完全沒有矛盾、啊、我當然最理想你問我最希望香港電影也是娛樂片拍得好娛樂到人是吧、嗯啊、你想觀眾有所反省的你真的拍到有深度可以令觀眾反省、啊、如果香港電影有這麼多、就是、不同種類的、啊都能夠 在市場上成功、啊、可以開拍可以流傳於世我覺得是 很重要、啊、香港現在經歷了這麼多事我們值得用藝術作品去表達去呈現我們這個時代問最後一個問題好嗎時間上其實、很多的訪問裡面 都聽到即其實宗教對你來說是一個很大很重要的力量咁我覺得即係你對即係關於宗教所講嘅嘢咧，其實已經係即係例如你話，始終最後審判你嘅唔係或者控制你將來嘅並唔係地上任何嘅政權，而係天上的父。咁如果咁樣諗嘅時候，其實就已經冇需要即係唔需要再擔心或者害怕啲乜嘢啦。其實即係我。呢啲嘢咧係好難由香港嘅基督徒身上面聽到嘅，喺我嘅經驗入邊，即係你講嘅，即係你身上嗰種宗教感咧，同埋宗教同你嘅關係，其實係同我經驗入邊嘅香港嗰個基督教嗰個氛圍咧，其實係完全都即係完全我係扯唔上關係嘅。咁我想其實一方面好奇。咁即係你嗰個宗教感，或者係你喺香港個宗教經驗，其實係邊度嚟嘅咧？即係我哋有啲牧師會有一句説話講過，我好認同，亦都可能答到你呢條問題。即係我信嘅唔係基督教，
不是你剛才的問題裡面的宗教，我信的是真理，我信的是基督，我不是信基督教我不會將基督教是一個宗教去這樣去理解，我真的真心相信天上面是有主宰的，我真心相信耶穌活在世上面，去為我們受死而復，跟著復活，所以我真的如果跟聖經的話，不是跟香港那些有部分，我不敢說全部那些宗教團體，那些教會所行的一切，我不是跟那些，我不是跟那些牧師，這個我覺得我分得清，越分得清呢越脫離，其實這個這樣說好像很好有趣啊，即是你越脫離多些宗教的思維、教會的思維，我會更加貼近到耶穌基督。因為現在香港沒有，這個是因為他們那些教會是在一個制度裡面，制度就是在一個政府的管制裡面，即是在地上的政權管制的，是的，在香港的教會。咁呢個就係本質上都係有啲不恰當啦，係嘛？即係教會點會係唔係聽神講，係聽地上嘅政權講？咁但係而家個發展喺個建制裏邊，佢哋個嗰個地方嚇，嗰個可能個 building 嚇係同政府要去配合嘅，好似而家防疫嘅條例都要跟足曬政府嘅。變咗咧，教會咧係要唔俾有啲人咧進入呢個教會嘅嚇，即係呢個完全唔合信仰㗎，係嘛？你冇打針、冇疫苗通行證，你唔能夠進入教會嘅。咁呢個係地上政權嘅規矩嚟嘅，呢個係違背神。教會係應該包容一切嘅人，係嘛？即係我覺得，即係呢個例子啫嚇。即係我唔係話全部有絕對香港教會絕對都係差，即係唔係咁嘅意思。但是他們很多時候是那個妥協是或者那個準則可能是基於恐懼與懦弱，或者基於他們的生存的考量，而去作出一些這樣的無可奈何的妥協。但是我呢，就是我相對他們比較自由的，因為我是一個個人，我沒有教會的。咁我而家個情況，即係我以前有教會，我都而家都退出咗啦嚇。我就係因為呢套電影嚇，咁好啦，我就係一個自由啲嘅人。喺香港教會，我都認同你所講嘅，係好困難。Thank you。